我选择 Nestle Omega Plus Actical， 它含有植物固醇，能有效地降低胆固醇。现在我更注重健康，爱护您的心脏。每天喝 Nestle Omega Plus Actical。 Nestle Omega Plus Actical 带给您标准时间下午1点。 大家中午好，欢迎收看1点新闻。今天呢是总统选举提名日，3名候选人呢就包括了政府投资公司前首席投资长黄国松、前国务资政尚达曼以及职总英康的前总裁陈清亮，刚刚呢都完成了提名程序，因此本届的总统选举将确定是一场三角战。这也就意味着在9月1号，也就是下个星期五，将近271万名的合格选民呢将会投票选出我国的第9任的总统。 随着选举官陈明瑞呢，在半个小时前在人协总部的提名中心宣布了3名总统候选人的名单，那本届的总统选举确定出现三角战。